明天的话台风就已经生成了，今天的话呢再去录一波。OK， 大货。台风前有巨物是吧？对，上海的版图。昨天晚上就又睡了，只睡了4个小时，除了打鱼没有起得这么早的。哇，清澈见底啊，这深圳没鱼啊，好奇怪。这两天在岸边玩了一下，发现没鱼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能有时候搞不懂，就是台风来临前呢，有时候鱼很活跃，有时候鱼就海里面你空荡荡的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今天的日出挺漂亮的，现在还有夜曙光。好蓝的水啊！哇，这怎么办？江多，江都不够长，怎么打？怎么打？昨天我废了。昨天我那个叶天说了，他喂我。今天这个水真的太清了，太清了，这。记者现在先去浅江扫动一下，刚刚拨上这块大石头，一条石蚌就迎面冲过来。石蚌这种鱼非常非常的机警，传统的捕捞方式呢很难捕获。大家看，即使我把动静降低到最小，它仍然在无规则的乱窜。我等待一下最好的射击时机，刚刚鲜活的生命瞬间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沉降到海底。石蚌，今天开局即王炸，收获名贵的石蚌鱼。这回的海水呢能见度有15米左右，鱼儿相对来说要机警许多。前面有条红鱿在徘徊，镜子为了留住它开始制造异响引诱，但是它好像不吃这一套。等了半天直接开溜了，但是镜子相信自己的判断，应该是没有对它造成大的惊吓，那么应该还有机会。这个潜鱼类的魅力呢就是它的静谧性，可以充分的对海底生物观摩，从而洞悉了它的动机，进而采取不同的战术。这一特性来说，自由潜鱼猎口碑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狩猎。我现在靠近它刚刚隐藏的区域，镜子开始缓慢的前行，它也注意到了我的出现，开始向礁石的阴影处避险。鱼其实非常非常的聪明，如果水质清，它藏露在阳光下呢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。好了，镜子直线匀速靠近，给它一击。收上来一看，发现还真不小。今天刚到的时候呢，在水面看以为海水非常的清澈，其实不然，因为现在潜到15米左右呢，就有这个沉降的现象，底下都是灰白的一片，其实这并不利于渔猎。现在镜子呢，凭借逆光追随鱼的影子。说上来一看呢，发现这是一条非常妖娆的紫红低调，它非常的美丽。漂亮。我们在海里面呢，现场给它放一下血，因为很多朋友喜欢用这个紫红低调做刺身。镜子在水面呢，就发现了这只大海龟，它好像很怕人啊。当我前行过去的时候呢，它就开始跑路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应该是有一条腿受伤了，所以它很聪明的用左手和右脚同时划水，这样的话呢，可以很好的平衡身体以及控制方向，但是游速非常慢。跟踪了一会儿，镜子便放弃了，好吧，让它休息一下。
算我们今天的钓鱼之王，21米斩获的16斤的花尾胡椒鲷。哇，真不怕曝光！刚刚下潜的时候没有开相机，这条大曝光突然从石缝跑出来，镜子立刻将它截停了，而且刚好击中了它的 A 位。到现在呢为止呢，就还没有打到石斑，等一会先去找一下，最好就能够打一两条石斑就完美了。而且现在这个水呢已经不如早上清了，我们早上刚来的时候呢，那个水有差不多15米的能见度，现在的话就差不多只有10米左右了，然后底下就是混。现在就是说这个水况的话，鱼货不会很多了，你说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累死了。